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回国来看到你们。哇，在那边每一天都在思念大家。对，在那边其实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会想赶紧回来跟大家见面，然后为他们准备好的舞台。然后其实我一直在美国这段时间也是在钻研音乐，然后同时也写了一首全新的原创歌曲。划重点的是没有用之前的歌，没有用之前写的，是当时写的全新的。全新的。那我再划重点问一下，是当时想着大家写的吗？不要说出来吧。好了，看来这趟之行对于坤坤而言不仅仅。